当年头冬火刮好了后，农民不断夹夹来种番冬火，这才会同天空的火光切上小片，造成空气污染。台东农业改良场是同台东地区的农会合作，用农会的有机农场转做系西方专区，从强度一年生产180吨的农业废弃物，拿来做栽培，也是切下检讨作物上百哦，来推广零废弃循环农业的方式。前面合作批蒙绿，下一摆推动天然农肥，今年呢已经设置公顷有机专区，三省的五干、六省法干也得，大概180吨的农业废弃物，来提供推动农改场来做栽培，然后做其他农业资材的利用，作为循环农业的示范。稻秆啊、稻壳啦、米糠啦、还有一些植物的残株这些啊，我们都可以拿来做堆肥使用。长期以来，地田桥都小无干，而且不然批评。只有台农业环保局的统计，今年一期土作只有5000公顷不然发，故说同地田农肥带头示范，本农业废弃物做得肥贵到田桥都来用。很多农民头痛的问题，所以有时候也有人就会偷偷的焚烧稻草，那也造成有这个受罚的一个问题的产生。台东农会创业强调，为了减少农业废弃物外泄，还一百一位老烟都创喺慈松湾岸，也喺关山天光一条有机转起来合作，天天的推广循环农业。下个新闻陈启明，台东报道。